们分享我近期在喝的烘牛冲量100。它为什么叫做冲量100呢？就是因为它一包就只有100卡。那这一系列总共有6种口味，六种口味里面都含有12.5克的蛋白质以及综合维生素，还有我超级爱的专利膳食纤维跟洋车前子。